好，我们把这个式子已经画好了哈，我们再画一个头朝下啊，这它的题在上面呢哈。我们注意哈，我们先调出来，还是调好啊，还是藤黄加朱标，然后呢，我朱标再加点朱标，笔头没有了你就加朱标，把这个翻过来这个式子画一下啊，画到这儿，先把它的题画出来，啊，然后我们再画它的后面这部分。走着往后坐着啊，走着往后坐着。好，走着往后坐着，完了以后呢，我们把它这个题，我们知道哈，那个柿子它有题是吧哈？然后你就避避水，笔尖来点稍微重一点的中等墨色，把这个题给它稍微用点读的方法给它点出来四个题就行了。然后啊，这个瓣儿就画出来了哈，就画出来了。这个题你可以看不见了，你可以来点它一下就行了。啊，这个题看不见啊。